What?就这么火，还有一点是他刷野确实太快了。哎呦呦呦呦呦，哎呦呦呦呦，我有这下路打的 ，EDG 这个招牌下路虽然在补刀上取得了一些领先，但是没有取得上中野的击杀。好难，凶啊！这下路打的真的凶，就是一般下路、来了，哎呦，没抬到，没抬到，被抬到的话，这波非常的危险，而且宝蓝这个血量已经很低了。对，刚才但是打出被动，给了个治疗，要反打。这波宝蓝上的还不错，艾宝可能脾气来了，漂亮！这波艾斯的一个反打。ED 这波有点吃不消，而且艾斯是在下路，有没有走位走位，漂亮 Jack Love 跟宝蓝这波的配合打出脾气了，真的有脾气了。我们看一下啊，在这里先阴着去打，主要布隆这个被动细节被动还是猛，而且他主要是什么，就这个抬没抬 到，然后艾斯推的能定住了，对，然后又挂一个被动，关键是他等点燃没了回头给治疗，但是太漂亮了，宝蓝上的也很漂亮，闪现过去 A 再加 Q， 哇，这一波打的没毛病，好吧，真的是没毛病。这个时候美国只能走位，你别 Q 我啊！啊，布隆说好的，哦，漂亮，这两边这把都有脾气了啊，嗯。UK 这边强行打一波消耗，但这波消耗打在乌鸦身上不疼，好吧？下路要来套餐了，要来套餐了，看 Miko 这边，哎，但是这里回来，怀波很危险，没了。哎呦，下路带他，IG这把下路站出来了，因为泽泰这边还是有大招的。哎，这个眼位看到了，看到了，但是你上去硬来，这波要有危险感觉。瑞这边 R， 这个就慢慢，这英雄就越来越强，越来越强。这挺讨厌的，这个 W 放不出来，你是的。哎，夹阵消失了，但你也没 W 了呀，对吧？哦呦，这波他宁王被塔给打了一下，哦，不，这是一个紫扇，这波有危险，宁王有闪现的，闪现提墙就行了，提墙 Q 到没了。宁王这边也是两个人头，主动线上，这两个都是比较功能性的一个中单，两个人谁都来了，谁都杀不掉谁，打野都来了。这个如果打起来的话，死高的这里看有没有机会，哎，大招，长枪直接被直接一个保龄球，完了，这波 EDG 要炸。大招应该是带不了，两个都得死，两个都得死。好嘛，这一波的话 ，EDG 零杠六开局，战斗制胜。IG 的语音就是不断的打架，不断的开。主要 Scout 这边也没他的召唤师技能，也没有的。哎，这一波长枪太难受了，这一波很难受。过来，莫名其妙中了一脚，我的膝盖中了一脚。这波 Scout 好像现在这个局面，我觉得 EDG 的闪，哎，的闪没闪现的。你要想中这个鳄鱼的话，你就有点想多了。但是这边有 TP，哎，直接秒了呀！可以，哎呦，阿哈利直接被秒掉，长长也跑不掉了。为什么要动紫扇呀？紫扇不是那么好动的呀，这肯定不能动紫，肯定不能动紫扇呀，对吧？哇，紫扇这大鳄鱼等着你来动的，哎，换了一个。这波这一波打紫扇，想太多了，这两个人伤害都不够，雷克赛没大的，红城过去直接侠这里给拍死了。对，哎呦 ，AA。其实秒完了以后，紫扇走就行了。对，走就完事了。最后是被 Q 技能打了个满的，下路包过来。这边没有想卖，哎呦，反应还可以。宝蓝这边给出来，伤害差一环。雷克赛，这边没有想卖。哎呦，反应还可以。宝蓝这边给出来，伤害差一环。雷克赛要抓压上去，伤害够不够？有没有叶在这里要杀掉了？文还可以追，感觉这波也跑不掉，全这波要三杀了。有大招拉开距离，杰克拉乌，哎，就是他们就是这么打游戏的。这边拉了一下布隆，布隆有大招，这个可以反打，先跑到队友这边，冲了过来。但是瑞这波没大招的，没伤害啊，感觉厂长宝蓝死掉了，这里还行，得一个惩戒加 Q。是 TP 过来，哎，德善，哎呦，德善游过来，但是 ED 这波人很多，有三个人，直接开大，怎么说？哎 ，boy。这里先帮忙保护一下，闪现躲台，哎，德善里面先追着，没有 W 吗？先追着，先秒一个，
回来打第二个。哎，这是什么鳄鱼啊？这是史前巨鳄呀、啊！这个这跑不掉。我说实话，我没有见哎，好强啊！输过好吧？一技能过去，跑回来，闪现躲你的 W。他这个躲得太潇洒了，太自信了。然后 W 定直接秒掉回来，没办法， A, 这也没办法，就两个人， A, 两个人打不过，完全打不过。往后拉的话，这波就不好说了。对他应该是有感觉到、哎、这个十级的阿卡丽凭什么在我面前这样打我？哎，这要反打！哎呦，又是踢两个，骷髅大招打起来，击飞了厂长。鳄鱼蓝鸟这波是死不掉，跑不掉了。这波是跑不掉了，就行了。主要是他刚才那个闪现躲落的 W 太夸张了，太夸张。那个他是这个绝对是有预判，就知道你想干什么。因为他那个落是几乎原地来，那这边因为大招。躲一下，鳄鱼这边技巧被扣了、哎，鳄鱼要被秒，鳄鱼要被秒了。这边五个人直接秒了鳄鱼，但是对方后续的人马上过来，接着老爷们继续跟上输出，靠的就是自己的闪现，还是很危险。这个老爷被秒了吗？找出自己的闪现，没有死，哇，这个闪现拉开了距离，这一波直接是走下一波一换五，兄弟也来了，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一波。哎呦，哎，这一波子善过去，直接被。轮欧致死，对，然后五个人输出全给泽善了，但是正面这把 Jacky 是有了，对，你看 Jacky 是后来躲开了阿卡丽的致命伤，闪现往左下角滚，躲开了 Q， 李汤卓在侧翼，最后一战 EDG， 看一下能不能。这里利桑卓直接过来，背后弹了一下，这波没有过去，切了一下。死高的反而在侧翼被打出自己的大招以及金身，那这样的话，死高的直接被秒掉。切克拉，我已经是接近了。刚才那一把 EDG 也是把 IG 打爆了，全场 IG 是只有两个团。现在有大龙 buff 的存在，就是一个慢慢被耗了。一技能过来，打掉三个。布隆这边开，这边要杀掉对方的前排。面后这边交出自己的闪现，艾博被佐山击杀掉。厂长的话也是被迫开一个大招，想躲一下伤害，但是没用啊。中野以及下路的 AD、被全部被秒，但是已经无伤大雅了。对，艾奇他四个人可以一波结束比赛了。哇，这波 Rookie 的一闪 W 开三个，布隆接大招。再配合The Shad的进场，真的是暴风骤雨般的攻势啊，让 IG 将比分扳平。我必须要说，你记不记得上一把 EDG 赢的时候，我们两个人不断在感叹真漂亮。嗯，这一把你还得感叹真漂亮。哎，今天这个真的是顶级较量。今天后面这两个 BO3， 我觉得两个战队太帅了，已经把常规赛的舞台变成了季后赛的演练。